这真的是好久不见了，妆容视频的好久不见啊，又纯又欲，有点小撩人小女人味的一个妆容，同种风格里面又能跟其他人区分开，这种妆面还是很有学习的意义的，我好喜欢哦，男女老少通吃妆。如果对这个妆面感兴趣的话呢，接下来就看视频吧。先来上底妆，还是用的兰蔻精纯，我粉扑没洗，直接用海绵蛋了。哇，你们是没看到我前天的皮肤，吓死你们！我到时候放张照片来给你看，这是我恢复后的第二天。但凡我能拍妆，肯定都拍了，连别人家的婚礼都推掉。现在脸上就是甚至种痘印还没有好，之前我不是去清痘了吗？看了我小号的肯定知道，我真的觉得比它慢慢恢复要好好多。凸起的那种痘痘，真的两个月都没有下去。哇，这个真的太痛苦了。过敏的时候怎么样最安全和恢复最快的方法，我全部出一期视频告诉你们，但前提是我的皮肤要回到最初的模样，先回到。最初的起点。不过现在皮肤属于上了底妆之后，看上去很好的，不像之前哪怕遮了瑕，那个一粒粒的痘痘是立体的。所以逆光拍摄的时候，哇去，就看上去我的痘和粉刺一起在我脸上就安家了，还生了好多个娃，一窝子可热闹。乱乱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妆效，感觉已经非常好。接着呢，拿101去遮一下黑眼圈，真的就是很自由很自由的脸。再拿102去遮一下比较明显的痘印。好，这样底妆就完成了。今天呢，先画眼影，把眼皮上面的基线全部都推开，顺便把眼盖的部分都铺白。眼盖有点粉粉紫紫，再带点珠光的，拍在眼皮上面。然后边界就这样过渡开，拿手指把它融合的好一点，我就要那种吸在皮肤上的 feel， 这样会出来眼影膏的感觉，微微闪，有种花瓣的氛围感。接着拿一颗这种黄黄橘橘的颜色往下扫一点，缩短人中的一个距离。一般的唇语妆呢，都是把红的放在下面，黄黄的放在上眼影，我今天就全部倒过来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前半段的眼窝的地方带一点这个鱼粉，有点唇，有点晕，有点显肾上。刚刚那个红色拿眼线刷画一根红红的下眼线，是眼睑下肢的画法，要往下拉出来一点点。这边稍拿遮瑕带干净一点，看这两边的区别。像这个颜色把卧蚕再往下带一点，拿卧蚕笔在这一块地方带亮，那前面的黄色我要前窄后宽的感觉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眼下的黑色素就会比较明显。重点的再遮一下前半段，不能让它过宽，形状就会好看很多。然后呢，拿一颗特别粉嫩的珠光拍在上眼皮的部分，这个颜色很透，玉这个度要把握。现在整个眼妆就看上去非常的玫瑰花瓣。然后刷一下我们的下睫毛，贴下睫毛自然一点的，你们贴的时候注意一下，这种下睫毛特别小，掉了就没了。贴完了之后它会让自己的睫毛看上去更密，往下掰一点跟自己睫毛长的角度一样就可以了，然后尽可能的都向下倒，下眼线的轮廓会特别的清晰。接着的妆容里面我需要一点小妹，眼线的颜色我用的是这种红棕色的，微微有点上翘，小妹拿棕色的眼线胶笔把睫毛的空隙给填满。好，两只眼头画完是这样的，接着要用一个这种自然又有点凌乱风的假睫毛，还是一样剪成一簇簇的去贴。第一簇差不多贴在瞳孔外侧的地方，特别特别自然的一个弧度。前面这只眼头我扫了，这边没扫，只要一个白白的打底色就可以了。顺便把刚刚整理卧蚕的地方可以定个妆，要一个这种全部向后倒的眉毛。把眉毛稍微染浅一点点，但又不会太黄的那种，所以直接拿灰棕色的。就这种就好。我昨天做噩梦，梦到你们大嫂劈腿了，吓得我早上一身冷汗，搞得我头发都有点油了。你们如果梦到自己的另一半出轨啊什么，早上起来会骂他吧。腮红呢，直接用兰蔻新出的888色号秀一枚，这次外壳的配色也变掉了，金属粉的感觉，很兰蔻精纯。它紫调和红调好特别啊，眉调里面多了一丢丢的紫，是属于比较偏红偏暖调的浆果色，对黄皮就很友好了。当腮红抹的时候，你在手背上就想晕开。接着呢，压过粉底的粉扑，正好可以跟刚刚的粉底液融合一下。纯欲的妆面都喜欢把腮红打在眼下嘛，然后这种画的太多
多了，所以今天我准备画侧面，有点像修容的位置，但是是这样子的两块形状。如果说你今天不知道该用什么腮红颜色，你就可以试这一招，从鼻翼这边开始，把瞳孔眼下这里斜着画一条，再这样铺上去，再拿粉底把边界这样晕开，让它有个渐变感。你看多好看，像盛开的玫瑰花瓣，相当于两个腮红颜色打出来的感觉。京城这个气垫是属于你反复几次补妆都不会斑驳的，眼下这一块要空出来，然后像这里一块可以加强一下下，有种皮肤里透出来的红阴阴感。这种画法是跟你粉底液融合的，就特别贴脸。拿原有的这个遮瑕膏再加一点唇膏放在手背上融一融，调成腮红的颜色，这样它会变成一个遮瑕的腮红。长痘就是很麻烦，所以是没有办法再去蘸遮瑕膏，带到一点点腮红的颜色就好了，就是这种边界处。 OK， 有一种小微醺的感觉。可能我也想涂一个雾一点的，这次新的唇膏质地做的也比较特别，你看上去是这种很柔很雾的，涂上的也是这种丝滑的，但是它一点都不干，在柔雾的唇膏里面它算是非常润的，很不显唇纹的一种。唇膏跟腮红用一样的颜色呢，会让妆容整体看上去更和谐更温柔一点。上嘴是很轻薄的雾面感，像嘴上飘过来一层柔柔雾雾的白纱，薄涂是这种很奶的很纯，又有点玉又有绿茶的味儿了。这个腮红加这个唇膏，我就是一颗雾雾的小草莓。厚涂就一下女人味出来了，厚涂红感就特别重了，薄涂那是粉紫感重一点。我脸上现在腮红就是薄涂状态，嘴唇就是这个颜色厚涂状态，不太像是同一支唇膏出来的颜色。唇玉就在一支唇膏间，然后再把边缘线稍微晕开一点。如果你们要画这种晕出唇界的不那么基稳唇的话，就把嘴角这边收一收，唇峰可以画圆画大一点点，这种晕出唇边缘的会更有氛围感一点。把头发披下来，真的撩人的小妖精。这支无论薄涂和厚涂真的都很显白，如果你想要一支没掉的唇膏但是又很怕显黑或者显土的话，你就可以试一下这支，它没掉没的好少，需要再重一点点的腮红，这里一点点，不要喷到遮瑕，不要喷到遮瑕。这个唇膏的质地是非常好揉开的，可以反复的去这样点，高光加点米色的，山根的地方提亮一下，跟着反射的地方扫一点，然后包括颧骨的位置，唇峰下巴，又有女人味，又有点杠杠的唇玉风，好看呢。搭稍微华丽一点的衣服呢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非常玫瑰。但是的玫瑰，就是要有你依偎。我的小鼻头要扫一扫，扫的稍微亮一点点。眼下这块也可以弄点高光。看哇，我前面被假发板夹住一下，好纯啊！我新布置的这个背景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，搭的还挺久的，每个小物件都有它自己在的每个角度和地方。别看这种普普通通的，哇弄起来可累了，你肉眼看到要好看，然后相机还得拍出来好看，人卡在中间还得不影响，那就哎算了算了，我话越多了，好吧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 Yeah, I'm sick of losing soulmates. Won't be alone again. I can finally see you're as fucked up as me. So how do we win?